合即将来临的最新一季动画，刀剑神域系列的最新游戏《彼岸幽境》也是出第二支宣传影片喽。在这基于原作第四部的 Alicization 章节所推出的最新续作中，玩家将扮演同人潜入培育 AI 的实验性游戏 Underworld 中，与少年游吉欧和少女爱丽丝一起展开一段可歌可泣的大冒险。玩家将能够在广大的世界里尽情探索，学习和施展各式各样的剑技，体验动画中精彩的原作故事。同时这次还曝光了一位全新的原创女主角梅蒂娜，不知道她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？